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启聪。昨天呢，我们大家都有读到一个新闻，就是呢，大家期待已久的这个柔佛州的州行政议会名单终于出炉了。然后呢，让大家都跌破眼镜的是，马华这一次竟然可以拿到2个行政议员的配额啊！然后再一度让人跌破眼镜的是，竟然是2个最年轻的州议员做行政议员啊，基本上第一个林田顺做是没有什么争议了啊，可是第二个李廷翰做就让人觉得有点意外了哦。你要知道，马华总共有4个州议员，OK，2个年轻的，2个老的啊。第一个林年两个年轻的是林田顺还有李廷翰，然后两个老的是陈忠跟陈永明啊。论资历呢，陈忠跟陈永明啊是不知道要老过这2个多少班呐，但是。这个林田顺至少是跟了这个魏家祥耕耘了12年啊，至于这个李廷翰是零了啊，OK，然后竟然到最后会选择两个年轻啊，所以是让蛮多人跌破眼镜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时候陈忠跟陈永明要作何感想了啊。从这个事件呢，是不是我们是我感到蛮神奇的一点啊，就是了，马华从以前是。打死都不用年轻人，然后短短几年的时间啊，过渡去啊，坚持只用年轻人，这个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啊，所以我是蛮佩服一下马华，真的是可以有这么大的转变，希望这个转变是好的啦，OK，现在我就要说了，大家期待已久的马华行政议员终于来了，而且一来就来了2个，OK。大家期待这个马华的行政议员到底可以有什么作为呢？啊，其实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远点，不单单是柔佛的行政议员，OK，我们可以放弃全国每一个州的行政议员，甚至是中央的部长、副部长啊，OK，我们来探讨一下了。在国政底下的华裔大官们啊，部长、副部长、行政议员。到底有些什么作为啊？他们有没有什么作为呢？我暂且不评论，我等下再讲。OK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个理论啊，看你们接受不接受啊。这个理论其实叫做战车理论啊。OK，就是呢，不管你是在哪一个阵营，你是在国政也好，你是在国盟也好，你是在西联也好，这3个阵营就代表了三辆战车啊。然后呢，所有的成员呢都是上了那一辆战车，所有的成员都是上了同一辆战车，啊，我们所谓的国政的那些华人大官们呢，哎，虽然说他们是代表华人，但是他们是上了国政的战车，OK，上了国政的战车，驾那辆战车的人是谁？巫统哦，OK，我就说回我们的柔佛州，驾那辆战车的人是谁？巫统啊，州务大臣哦，OK，如果我们要来再来这一届5年的时间，我们要来检定一下这个华裔行政议员他的政绩，可以从2方面下手，OK，第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日常的业务运作啊，就是他们现在各自管一个部门嘛，然后他们日常要做的东西就是哦早上去打卡。然后呢，处理该做的东西，然后呢，OK，打卡下班啊，这个就是他们日常应该做的事情啦，啊，这是第一方面啦。基本上我是认为啊，中规中矩、四平八稳这种日常的业务运作应该是不会出什么大问题啦，啊，你要出很大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啦，啊，就是每天去打卡上班吧，会有出什么问题，所以我相信这方面。在接下来的5年，应该是很难可以找什么东西挑剔的了啊，就是无功也无过咯，就这样过5年咯，OK 啊，OK，我刚才说嘛，政绩可以从2方面嘛，还有第二个方面咯，第二个方面就是呢，你给人民的观感如何，尤其是这些代表马华的行政员给柔佛华社的观感如何啊，OK，这边才是最。考究的地方就是呢，你身为马华的行政议员，OK，我们大家都知道你已经上了这个巫统的战车，OK，你跟巫统呢肯定是往一个方向走了，啊，你不可能半路下车的啊，你也不可能半路说，哎，
吴董老大，你走错路了，我现在纠正你要怎样走，不可能的嘛，想了怎样不可能的嘛。 OK， 现在问题就是这样了，在接下来五年啊，如果吴董啊又来一些啊非常种族非常宗教的方向跑出来了，这时候呢马华的行政议员要怎样，他们敢不敢站出来说这个战车大人啊，这个战车的这个驾驶大人司机大人，你走错路了，我们要纠正方向转 steering， 你说可能吗？所以我刚才说的第二点政绩就是从这方面下手。所以你们大概也知道会是什么结果了啊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有这样对结果的假设，你们也知道了60年来的经验了啊。OK， 所以呢你们要知道，不管你对这个马华的行政议员有多么高的期待都好，你不要忘记一点，是他依然是在这个乌统的战车上面。然后呢乌统把这辆车架去哪里，他就跟去哪里，这是跑不去，我们用五年的时间来证明。 OK， 好，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